大家好，我是王伟强。我今天跟大家说呢，就现在我们的网站呢就增加了一个叫做搜索的、那个框框、这个 search。 那呢我们可以在这里来说呢，可以搜索网站里头那些网页的内容。由于现在我们那个嗰啲網頁咧越嚟越多啦，咁變咗就好似喺雖然你話可以喺每一個唔同嗰個欄嗰度可以揾啦，但係咧仲有一個更快嘅方法咧，你亦都可以試下用呢個 search box 嚟呢度咁嚟揾嘅。我做個譬如啦，譬如話你話查高血壓咁認算啦。高血壓，咁你打 search， 咁一打落去咧，凡係有寫邊篇文章裏頭有寫高血壓嘅字咧，嗰篇文章咧，佢就會列咗出嚟噶啦。嗱呢個就高血壓 ，OK。咁譬如你高血壓咧，咁你嚟到呢度咧，你一撳呢度咧，就可以直接去到嗰篇文章嚟睇。譬如話你打英文咁正算啦嚇，blood pressure 嚇，咁就查到啲乜嘢咧？咁 blood pressure 嚟講，佢就根據英文嘅字啦，佢就唔可以同你翻譯翻中文啦。但係假如你凡係有英文已經講咗嘅有關 blood pressure 嘅嘢咧，佢就會出嚟啦。咁另外亦都有個辦法添，用嗰個另一個方法添咧，就你用其實你可以查人名喎。譬如話你講你揾嗱，咁你話你揾鄭伯超咁認算啦嚇，一查咧。凡係有關鄭發超校長嗰篇文章咧，就會自動喺度即係打曬出嚟俾你嘅。咁譬如話你 OK， 你嚟到呢個網站，你一 click 落去啦，就即刻出嚟啦。OK， 咁大家試一下啦。